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喜剧之王名师收徒赛，四川赛区节目组专门策划了该活动的宣传片，今天在成都东区音乐公园正式开拍。古旧的老楼阁，黑色小皮靴，手中泛黄的牛皮本，一位身着机车装打扮的女孩在烟雾缭绕的断壁残垣中寻找着宝藏的藏匿点。这里是喜剧之王名师收徒赛宣传片的拍摄现场，调灯光、置景、演员定点、摄制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进行着拍摄前的最后准备。走，可以走快一点，快点。据主创人员介绍，为了引入喜剧之王的爆笑概念，该部宣传片除了运用微电影的拍摄设备和手法外，在制作宣传片脚本时还设置了较大的悬念。在宣传片开始部分，会有时尚男女四处寻找宝藏，结尾时则又产生了无厘头式的爆笑效果。是现阶段的喜剧之王宣传片，现在我们正在改制是一部，但是呢，这后头预计还有八部宣传片会陆陆续续的进行制作和上线。年轻化，各个阶层我们都应该更喜欢我们这个活动。据悉，该部宣传片将于10月9日登陆四川经视。